壶。灰灰，灰灰，快来订阅吧！一起来玩大发现，和泡泡壶和鲨鱼宝宝。泡泡壶，我觉得我们完全迷路了。我想你是对的，我们一直在绕圈子。我想要离开这里。看那边，看上去像一扇门，上面写着什么？上面说，如果想要打开这扇门，我们必须找到这些影子是谁的。我有个好主意，一边玩大发现游戏，一边猜出正确的动物影子，怎样？这想法真棒，赶快开始吧！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你来猜猜，那会是什么？啊哈！发现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一只动物有长舌头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猜一猜，猜一猜，猜一猜是什么？长长的舌头，是青蛙吗？不，食蚁兽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这个动物完全没有腿，这个动物叫起来嘶嘶嘶。想再试试吗？是蛇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哎呀，我可不喜欢蛇，我们要怎么过去啊？我们可以悄悄地踮起脚尖，这样不会吵醒它。好吧，我跟在你后面，泡泡壶。走吧。我们已经到了第二扇门了，这次轮到我了。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你来猜猜，那会是什么？啊哈！发现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一只手脚很长的动物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猜一猜，猜一猜，猜一猜是什么？什么样的动物有长胳膊和长腿？我想我知道了，树懒。我知道树懒有超级长的腿和超级长的手臂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这个动物最喜欢吃的是香蕉。这个动物叫起来哦哈哦哈。想再试试吗？是猴子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看，那些猴子在藤蔓间荡来荡去，看上去好好玩啊！我们像猴子那样荡来荡去吧。耶！哟吼！我们终于要到最后一扇门了。没错，现在到你了，鲨鱼宝宝。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你来猜猜，那会是什么？啊哈！发现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一个动物有着长长的身体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猜一猜，猜一猜，猜一猜是什么？长长的身体，啊哈，我知道，黄鼠狼的身体超级长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这种动物有一张大嘴，这种动物有很多很多牙齿。想再试试吗？鳄鱼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对对对。
样。太好了，这里有一座桥可以帮助我们过河。走吧。差点被抓住。是的，太吓人了。但不觉得很有趣吗？事实上是的。我们现在回家吧，我觉得又饿又累。下次见了，我的朋友们，再见。嗨，朋友们，快来碰碰湖 Plus 畅玩各种趣味游戏吧，立即免费体验。